这就是那寨主说的河滩。哎，那边的那个人是西哥。看来抢风时的不只有幽都来客，还有四象门呢。奇怪，之前西哥不是说要回门内去的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他说走就真走了吗？就算是回去过了，这会儿也能再过来。就是就是，而且之前我们都没发现风石就是上古法阵的时候，四象门就在探查风石，试图解析风石失落的铭文阵法了。之前神雀宫也抢风石，他们说不准是一伙的。哎呀，他在等什么人呗？又来了个人。小五，我爹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你带我门人和金贼勾结一处，还妄图利用上古法阵行不义之事。少主，你不该到这儿来的。来人，五长老，你们将少主安安稳稳地送回去，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是，少主，请你跟我们走。你们怎么敢？喂，黄毛丫头，嘴皮子上下一碰，就说什么和金贼勾结。我邹武何德何能，竟胆敢约掌门一纸行事？五长老，此处风石已备好，你不是说要来监察我等扭曲地脉，这就过来吧。是吗？这么快？我这就来。走。娘，这可怎么办？西哥，别管他了，想必性命无虞。我们这还和李广寨主有约呢。走吧，我们先跟着这五长老去找风石。一直没看。看阵法，古长老，哼，停手！对此风石列三元阵，否则就等着一起死在这儿吧。啊，是。这就是你们说的风石扭转地脉之法。看样子我是白跑这一趟了，还以为你们能耐。真在风石上找到了四象门失传之法，由此可以加以利用，用风石扭转地脉。啊，记得了记得了，小的记得了。吴长老，我等从未说以德自法，这会儿只是尝试一二。不过方才听吴长老之言，像是颇有心得，敢请赐教。横挪一寸地脉，徒增一寸空穴，不过也就这口诀了，你们自己也不是不清楚，问我作甚？我还有其他地方要视察，就不在你们这儿费功夫了。呸！人模狗样的东西，横挪一寸地脉，徒增一寸空穴，连个运都压不明白。师兄，不管是算资历还是本事，这监察的事儿都是师兄您协力，何时就轮到他邹武了？哼，谁叫咱们不是他那种两面三刀的东西，转头就抱上了四长老的大腿。否则就他，哼，就凭他和前掌门的千金那些破事儿，早就该是黄泉下的鬼了。那个师兄，我听说咱费这么大气力找风石扭转地脉，实际上是为把地脉汇聚一处，方便捞内剑。打听那么多干嘛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消息你别乱传，要是传出去被其他门派知道了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小的小的，我没说，嘿嘿，我啥也没说，师兄最仗义不过了。哼，这样我们先把这风石施法带走。这个是谁？快放开了风石啊！喂，拍马屁的丁二，这风石是不是你们抢来的？可有伤人命？哪儿来的野丫头？什么人命？这地方都是妖魔鬼怪，杀了又如何？快滚！我耽误爷爷们施法。不愧是四象门。依依，你和这四象门有什么可说的？杀了便是。一言不合开打啦！四象门就是杀。
住他们，别搅了施法。我说哥们儿，你说话都不考虑一下战术，来个声东击西吗？难怪只能当个跑腿的。废话少说，动手。放开的风池，剑寒霜，人家可久等了呢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好像有无光飞剑，对，不要不要曹气啊，像我太靠近了。有无光飞剑，我还那么靠近。刀剑无眼，连斩，哇！曹气领命。不先吃一个棒就被打死。后面这个很烦，就是都有光背剑。雕虫小技，不闪就会被我光背剑轰到爆炸。神魔共此破。飞剑，雕虫小技，就是无方飞剑。终于轮到我了，通通都是无方飞剑。曹气领命，一三二。人家可久等了呢，事不宜迟，天摇万象，还真敢！神魔共此破，事不宜迟。终于消无方飞剑，曹气领命，人夺，曹气领命，终于轮到我了，全打队员啊。掉生死剑，改一搏。诶，我刚有没有回去对话？你们就是隔壁寨的银马提到的人吗？多谢你们替我们找到了风石，这些冥界的贼人我们就押走了。且慢，你们为何要扭转地脉？这我们就是奉命行事，我们就是干活的，姑奶奶，我们真的就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扭转地脉，只是个传说罢了，难道真的能成功？这个我知道点儿，但这不是也没成功吗？要么你们放了我，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你先说清楚，不然现在就要了你的命。我说，你把头盔挪开，别拿脚戳我。哎呦，
反正就是风石上的纹理其实是个什么阵，暗合了天上星星太阳的轨迹，石头和地脉连着，是地脉的枢纽，就说这东西能扭转地脉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位姑娘，这贼人我就带回站内审判了，银马还在前方密地入口等你们，还请快去吧。银马就是李广寨主？是的，他是个英明的首领，是我们历代最年轻的头人。唉，不过他肩负了太多，始终放不下丧魂野中的秘密，他心中有疑惑，这疑惑一直存在在血液中蔓延。哎，丧魂野到底是什么地方，有什么秘密？只有银马知道那里的秘密。至于丧魂野，在云的彼端，鹤鸣山后的天境之阵，一侧通向三荒冥原，另一侧则抵达丧魂野，那是幻海中的孤岛，记载中迷阵密布，无人可入。